沈阳市华润橡树湾小区2期是此次沈阳疫情中最早封闭的小区之一。1月8号，居民们接到了风险等级下调的通知，隔离解除进入了倒计时。在居家隔离的这些天里，邻居们彼此打气儿，比平时更加团结和熟悉。住在这里的张乃文则通过航拍和平时少有的机会见面的邻居们来了一次超然的合影。这里是我们熟悉的橡树湾2期，这里是我们的家6号楼。2020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这里是沈阳第一批被隔离的园区，6号楼是园区内唯一单独隔离的一栋楼。但我们相信，没有一场疫情不会过去，没有一份胜利不会来临。旋律响起，昂斯汀雄压完了鲜艳的旗帜扬起，灾难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航拍视频的关注，拍摄这个视频呢是为了庆祝我们接到了解封倒计时的通知，我想通过这个视频来纪念这一段抗击疫情居家隔离的经历。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谁也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在我将这个航拍计划发到我们业主群里以后，大家给予了非常高的积极的回应，邻居们通过手绘、彩旗、标语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窗前做了布置，使原本一次平凡无奇的航拍飞行变得更有正能量，更具纪念意义。6号楼的每个人都没有抱怨过，每天依旧充满正能量的在我们的群里相互调侃着，大家都晒晒厨艺聊聊天，孩子们也不会寂寞，因为他们也放了一个假。再加个乐，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这种氛围，让他们知道这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事情，因为这场战役他们也参与其中，并且他们成功了。和孩子们一起把字贴在窗户上的那一刻，你能感觉到孩子们也是非常的自豪和骄傲的。写了三个字，就是宅光荣。这三个字我想是最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些隔离的人的心境和态度的吧，当然也是比较节约口红。然后我们家的玻璃因为时间太长没有擦，太脏了。然后我老公是从来不做家务的一个人，然后也破天荒主动就去做了一个人工擦玻璃的机器人，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留住这个感动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没有什么困难是一个笑容扛不过去的，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沈阳加油，中国必胜。经历过15个居家隔离的日日夜夜，我们终于迎来了解封的倒计时。我们终将踏出大门，身后是更加团结的6号楼，熟悉的问候，亲切的笑容，感受患难后更亲密的邻里。感谢医护人员，感谢志愿者，感谢社区和物业的辛勤付出。6号楼加油，橡树湾加油，沈阳必胜，中国必胜。